网铺刘恺威杨幂关系恶化，小糯米快不认识妈妈了，母女关系变淡。小糯米出生在香港，谁听说过这个小姑娘去北京看过姥姥姥爷？大家咋不想想这个问题？没有妈妈不想要女儿的，杨幂有的是钱，养不起自己姑娘，杨幂的父母带不了孩子吗？你问问刘家愿不愿意放孩子走？杨幂为了孩子好，自然不能撕破脸皮。谁说看完女儿在机场就一定要无缘无故傻笑？不笑就是和女儿有嫌隙，而且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。刘恺威近几年在事业上没有多大成就，而杨幂的事业却越来越好，也给观众带来很多好的作品。小糯米是亲生女儿，如果不是为了挣钱或者是其他原因，谁愿意整年那么累啊？我们没必要瞎猜测，不知情就不要评价。杨幂对与不对或是否尽到了一个母亲和妻子的责任，这些我们都没资格去说。明星也需要有私人空间，明星也是人。